拥抱，不要让我再烦恼，生活更美好，让我尽情玩闹，让我放声大笑，不要寂寞再围绕，我的快乐我主导。大神这张脸不管怎么看都这么养眼呢、啊、就算一整天对着镜子也看不够，何况还是一面会说话的镜子。魔镜魔镜，谁是世上最烦不烦呀、卫星，你已经问了1001次，你是世界上最帅的人，最帅的人。谁来扶我起来？有那么多词可以形容哥的完美，你就不能换个词吗？臭魔镜！哎呦！镜子，你们竟敢用镜子砸本小姐！不是我们的。破镜子，破镜子，敢砸本小姐！美女，脚下留情，脚下留情了。老大，镜子在说话耶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砸中你的。老大，这个镜子会说话是不是传说中的魔镜啊？魔镜就是童话中那个。魔镜魔镜，谁是梦游乐园最漂亮的精灵啊？当然是你莱斯小姐了。镜子，只要你乖乖回答本小姐的问题，本小姐就饶了你。你说谁才是梦游乐园最漂亮的精灵呢？这个问题嘛，当然是艾梦公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明本小姐才是最漂亮的。那大心呢？那大心呢？老大，你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。可恶，艾梦那个装乖卖萌的家伙哪一点比我好啊？老大，我有个办法可以让老大比过艾梦。什么办法？我知道有两种神奇的药水，一种喝了可以美若天仙，而另一种喝了可以变成丑八怪。有这么神奇的药水，太好了！你们马上给我配出来，变漂亮的那种一定要给我，剩下的那个嘛，当然就送给美丽的艾梦公主了。老大，成功了！干得好，干得好！本小姐应该喝哪一瓶呢？老瓶的，到底哪一瓶？老瓶的，你们到底弄清楚了没有啊？难道你们是色盲吗？是红瓶的，对对，是红瓶的。喝了这个，本小姐就是梦游乐园最漂亮的精灵了。怎么一点都没有变呢？你们敢耍我？老大老大，要第二天才有效呢。是吗？真想快点到明天呢，本小
姐已经迫不及待想看见我漂亮的脸蛋了。那是哪的？那这男频的当然是送给可爱的爱梦公主了。走吧走吧，去皇宫。变漂亮的美容水真的送给我吗？当然当然了，这美容水的效果很好的，你快喝呀。胡说，你才不会那么好心呢，平时处处针对艾梦，现在怎么会突然送东西给她？这瓶美容水一定有问题。腾腾说的有道理。你们怀疑本小姐？不怀疑你才怪呢，艾梦，你千万不要喝哟。可是，本小姐好心好意来送东西，你们竟然不领情。要是这美容水真的很好，你干嘛不留给你自己呢？莱斯小姐还有呢，这瓶是专门送给艾梦公主的。没错，人类导师不是说好东西要大家分享吗？我是这样说过，没错。不过前提是好东西。既然这么好，你就喝一口吧。对呀，莱斯，喝一口应该没问题吧？万恶的糖糖和人类导师想让本小姐露馅儿，没门儿！艾梦，不相信本小姐就算了，到时候看见本小姐变漂亮了，你可别嫉妒我。莱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还说要和我做好朋友，根本就是骗我的。本小姐以后再也不送你东西了。快点救助我呀，你这种烂好人一定不会眼睁睁看着我走掉的。莱斯，等等，我相信你。这就对了嘛，那就别辜负了我的心意，赶快喝了吧。莱斯，我们就一人一半吧，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才对呀。莱斯老大，家里还有一大堆呢。没错，再不喝就过期了。原来是因为要过期了才送给艾梦的呀。不是，还是有效的。哎呦，好险，差点露馅了。那艾梦就不客气了。艾梦别喝，你给我过来。成功了。谢谢你，莱斯。莱斯呢？莱斯呢？艾梦，不要喝呀！全都喝光了。他喝了，他喝了，艾梦就要变成丑八怪了。老大，你干嘛要躲起来呀？这叫做贼心虚。心虚你个头啊！本小姐是怕太兴奋露了馅。只要到了明天，本小姐就是梦月乐园最美丽的精灵了。艾梦啊艾梦，你就等着变成丑八怪吧。没错，老大马上就会变成大美人了。可是为什么我有一种不舍的预感呢？我们是不是弄错了什么呀？今天天气好棒哦，我们出去逛逛吧。艾梦，艾梦小百科，我在教你呢，你什么时候也喜欢照镜子了？可我的脸。你的脸怎么了？不会是莱斯昨天给你的美容水有毒吧？不是哎，不过我的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哎。可你看好看吗？哇，好可爱呀。没想到昨天那瓶美容水是真的，效果还这么好哎。原来莱斯一直把我当成好朋友，还对我这么好。可我想亲自去谢谢他。我陪你一起去吧，这么神奇的美容水我也想喝一瓶。那我们就走吧。咕噜，我终于知道哪里不对了。我也想去奶奶。我们好像把两瓶药水弄完了。喝了变美的是男瓶，喝了变丑的是红瓶。也就是说，艾梦变美了，老大。吵死了！
呀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呢？一大清早跑到我家门口闹个不停，还要不要我睡觉了呀？老大，你还在睡觉啊？废话，周末不上课，当然要睡美容觉了。老大好像还没有发现呢。老天保佑，我们可千万不能让老大发现啊。醒了就去洗个脸吧。老大等等。我刚才在门口看见卫星了。什么卫星大人？卫星大人，快等等我呀。暂时躲过。下面我们怎么办？当然是把老大房间的镜子都藏起来了。清理完毕。哈哈哈哈，只要不让老大看见自己，我们就安全了。不，还不能让老大看见艾梦。如果让老大看见，你们要花眼了吧？外面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哪来的明星大人？对了，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，本小姐已经变成大美人了吧？怎么样，是不是让你们大吃一惊啊？太好了，我终于成为梦游乐园最美的精灵了。镜子，镜子呢？不愧是你们搞的鬼吧？谅你们也不敢。对了，本小姐变成美女，艾梦那家伙一定也变成丑八怪了，嘿嘿，说不定正躲在火宫里哭呢。叽里咕噜，走，咱们看热闹去。老大，今天就别出门了，外面天气不好。你们当本小姐是瞎子吗？明明太阳当空照。老大，天气预报说等会会下雨的。天气预报什么时候准过？可是老大，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啰嗦？根本就是不想让本小姐出去。难道你们是怕本小姐太漂亮了，打击艾梦的自尊心吧？看在同学的份上，本小姐不会太招摇的。走吧，走吧。老大，等等啊！怎么办？要是老大在街上被人看见，我们就完蛋了。我们得想个办法拦住老大。老大，我知道一条去皇宫的小路，可以让你更快看到艾梦。本小姐今天偏要走大路，就让他们多哭一会儿好了。来来来，老大，等等我们呢。哟，这不是赖子小姐吗？早上好，可爱的小姐。她称赞我是可爱的小姐，想也知道我有多可爱了。赖子小姐，你的脸。我的脸怎么样啊？不许你乱说话。怎么又上去了？难道本小姐已经美得令人窒息了吗？嗨，你们好哦。赖斯，你你也被本小姐的美貌迷住了吧？下去。我要让梦游乐园所有的精灵都为我的美貌所倾倒。他住嘴，乖乖吃你的棒棒糖吧。一定会很伤心的，打死我也不说。没事，只是运动过量呢。总算让他们闭嘴了。要不然就惨了。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。要是老大知道了真相，那老大不见了。不能让他碰到其他精灵，快找。老大，你到底跑去哪里了呀？莱斯吗？他怎么变成那个样子了呀？你们看到莱斯了？他在哪里啊？他在哪里啊？这是谁呀？好丑啊，好丑啊！丑翻丑啊！怎么感觉大家看我的眼神怪怪的？本小姐已经美得让他们认不出了吧？不过成为焦点的感觉真是不错。
脸了。我们快找个借口把脑袋骗回去吧。叽里咕噜，你们把我弄到这里干什么呀？老大，我们叽里咕噜，你们在玩躲猫猫吗？哇，这是谁呀？好丑，好丑！梦月乐园有这样的精灵吗？悠悠没见过哎。他们在说谁呀？这里除了我和叽里咕噜，没有别人呢。难道他们说的是叽里咕噜？莱斯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我正想去找你呢。哇，艾梦今天好漂亮，差点认不出来了。这下我们死定了！居然无视我的存在！喂，看见哥头上闪亮的光环了吗？竟然还是不看我！哼，哥就不信这些小精灵能抵抗哥的魅力！谁要哥的签名照啊？我要，我要！成功了！哥居然有这么丑的粉丝！你以为本小姐愿意变成那样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想要恢复原样，只要配置出复原水就可以了。复原水？复原水？配置复原水需要的花很稀少，不过这一切对本天神来说都不是问题，嘿嘿，就交给哥来解决吧。这就是卫星做好的复原水。只有一瓶吗？只能让一个人恢复原样。莱斯，你来决定吧。当然是我来决定了。本小姐说什么也要恢复原样，这次就便宜艾梦了。等等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本小姐又恢复成以前的模样了。
像变胖呢。怎么了？这种复原水的副作用就是让人变胖，几天后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每一次拿起画笔，画出我的心情，围绕在我的身旁，都是快乐的身影。我的世界里，充满了好奇，静静的呼吸这幸福的空气。都是我和你，全部。